你这个顽固，知道吗？哼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给我乖乖的躺下。又是那招，没那么容易。 爬不起来了吧？你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吴龙，咱们走吧。 真是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算了，他身受重伤，已经无所作为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
以假天皇的毒素，现在只是昏迷而已。只要找到解药，他们就会没事了。哦，天皇的毒素，那为什么我一个人没事呢？你因为功力深厚，加上豪华宝丹的药效，才没中毒啊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解药呢？奶奶，快救救他们吧！你先别急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毒素之解药通常来自毒物自身，尤其是毒物之手。你必须往这地道的更深处寻找解药。天父，你有足够的勇气吗？嗯，我现在就去找解药。奶奶，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先找到毒角天皇之手吗？对啊，乖孩子。可是在那之前，你必须先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把精神集中在泥沼之花上，运气半个时辰将意念转送给泥沼之花。这样他就能留下来持续的保护保供他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找解药。哦，谢谢您，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要振作，天福。奶奶。奶奶呀，我会振作的。救你们的。这次没那么容易啊！
要赶快。昏睡多久了？我地头王岂是轻易倒下的挡贤之辈？看来那个老头是个强劲的对手，而且相对蝙蝠不利。不行，我得赶快找到凤凰，然后尽快通知天福他们。身中黄毒，需要你的解药才能救他们呢。我求求你，救救他们吧。
请你救救我的朋友。难道是海市蜃楼，一口井啊，沙漠中的一口井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啊，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一口井。还有一个桶呢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先不理了，把水打上来再说，快渴死了。慢着。不会是那个老头干的好事吧？小心有诈呀！哎呀，还是先别理了，把水打上来再说，渴死了。啊，搞什么呀？根本就没有水嘛！是谁给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啊？哦，好像还有一点水呀。啊！太好了，总算有半桶水可以喝了。老兄，哎呀，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哼，我有这么可怕吗？这是你对老人家应有的态度吗？可是您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见您的脚步声呢？因为我老婆婆健步如飞，步履轻盈嘛。更何况你老兄那么专心在提水，当然没发现我的存在了。说的也是，可是你一个老人家出现在沙漠很奇怪啊，就像这口井出现在沙漠一样的奇怪。真的很奇怪呀，今天真是撞邪了，竟遇些怪事儿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老婆婆出来找水喝，不就遇到你老兄了？有些人挖口井，沙漠不就有井了？奇怪的是，老兄你怎么只打了半桶水？老兄，老兄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对不起，您说什么？这是你对老人家应有的态度吗？我问你呀，你为什么只打了半桶水？是这个吧？因为这奇怪的井只剩下半桶水啊。说到水，我都快渴死了。老兄，这水可不可以先让我喝呢？老婆婆，别婆婆妈妈了，我老婆婆已经两天没喝水了。你老兄个子那么大，不会缺这么点水的。我老婆婆就不同了，我再不喝水会渴死的。就这么办了，这水我拿走了。好心有好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今天真是倒霉透了，到手的水又没了。